动物要看北京野生动物园。哇，魔法书怎么在发光啊？快看看它是怎么说的。好，北京野生动物园坐落于大兴榆垡镇永定河畔，国家四 A 级景区，养育着300余种、5000余只珍稀野生动物，它们在这里幸福快乐地生活着。哇，月儿，那今天我们的能量币会不会就在动物朋友手里呢？我觉得很有可能，我们一起去找找看吧。好，走，走。帆尼看世界，带你去冒险。可是这里这么大，怎么找呀？到底？马叔，你看大骆驼！哇，这骆驼真的有点高啊！哇，有2个驼峰！嘿！任务卡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。动物的快乐能量滋养着凡尼能量币，多做些让动物快乐的事情哦，比如向他们敬礼，寻找最有礼貌的动物吧。最有礼貌的动物会是什么？我好像有一点点有头绪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走。嗨，各位小朋友。Hello， 你好。我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？你知道动物园里哪个动物最有礼貌吗？小鹿。小鹿为什么呀？因为会鞠躬。它会鞠躬。哇，明白了，谢谢。我们去找小鹿。我们去找小鹿了，谢谢你。拜拜。嘿。你们看，这里就是鹿园了。是的，那我们赶紧进去看一下鹿吧。哇，好期待！走。哇，好多鹿。Hello，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么白，应该就是小白鹿啊。No。啊，他们的学名叫做白天鹿。啊，白天鹿啊！而且是来自欧洲地中海地区哦。哈、啊，进口的小鹿。哇，太可爱了！来，你们会鞠躬吗？来，鞠躬。鞠躬。哼。哎呀，月儿怎么办？这些鹿不会鞠躬。就是说呀，哎，马叔，要不我们去看一下别的鹿吧？好，走。你看他们3个都有脚哎。我刚刚听说了，有脚的是男生，没有脚的是女生。啊，那很容易辨别。懂了，懂了。这3只都是。boy。对，都是男生。Hello， 我先走啦。拜拜。送你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也有3只，你们会鞠躬吗？你好。哇，比我们还低。给大家奖励。这是什么？美洲豹。哦，过来。它呢？好好看。我们还差一张任务卡。哦，还有吗？对啊。那你去哪里找？就在这里，就这。来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是和动物一起工作，陪着哈 K 去放羊吧。完成后获得食物，可以去喂食长颈鹿和大象，它们拥有快乐能量哦。班尼快乐能量。那我们要放羊哦，放羊没问题。我没放过。那我们现在去体验一下吧。哇，老师您好。Hello。我们今天有个任务，就是要跟您一起来工作。对，我们要放羊，我们的羊在。羊就他们吗？羊驮着是。我们竟然放羊驮。这小狗狗的名字叫什么？哈克。它好可爱哦，它是牧羊犬。对。他要带我们放羊。加油，来，我们开工吧，走 ，Go。哇，人生放羊驼还是第一次，真的是第一次，真的可以吗？他可以，快过来，他可以 ，Go。大哥 ，Go。你走太快了，大哥。月被羊驼放的一天。到底是我放羊驼还是羊驼放我？我去前面走。哦，好像也没那么可怕，很可爱耶。其实这份工作还挺好玩的。我感觉你快被他带走了，很酷啊！别吃了。哇，来吧，兄弟们，进站了！哎呀，过来一点。
进去吧。哎，我怎么出去？哎，来呀，来上去上去。还有，不是还有一个呢？耶，拜拜。啊！哎呀，马术啊！Go！ 你先进来，先进来。一二三四五，好。好。哎 ，OK。好累哦。好累呀，好累。辛苦啦，这是给你们的奖励。哇，谢谢奖励，谢谢。哇，有了这个，我们就可以去喂大象和长颈鹿了。太棒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。拜拜。哇，我们手上怎么多了这么多食物呀？没错，而且这些动物园的食物呢，都是经过精心搭配的，所以朋友们进动物园来玩，千万不可以随意携带别的食物进来哦。没错，主要就是保护动物朋友们的一个健康和安全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你看那里有长颈鹿，哎。长颈鹿，我们去喂它吧。好，走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它叫 giraffe。啊。来来来，我们先喂它吃的是这个桑树叶。哇，它舌头伸那么长。哇。呀。啊。哇。哇。吃饱了吗？吃完了。嘿，拜拜，我们走喽。嘿嘿嘿，喂完了什么感受？喂完了超激动，我现在想要去喂大象。OK。Hello， 你们好。老师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我们想来问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呀？这个呢叫拉拉。拉拉，这个叫一坤。他们可以吃水果吗？可以吃，拿着食物可以给它放在鼻孔里。哦，可以摸鼻孔。啊，你可以。它就直接卷进去了。哦，来来来，我再来。对，给它塞在鼻孔里边。哦，塞鼻孔里，来摸摸鼻子。哇，我第一次摸大象的鼻子。哇，我的天哪，好酷哦！我摸一下。这什么表现？好，谢谢你。哦，谢谢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哎，真棒！来，你们很棒啊！你们赶快去完成下一个任务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新的任务卡。马达加斯加有一群可爱的动物，快带上礼物去看望他们吧。要想获得礼物，先去打扫萌宝幼儿园吧。哦，萌宝幼儿园还能换礼物，好期待呀！快去，走。萌宝幼儿园，哎耶，我们找到了！哇，那我们赶紧去吧。走。哇，难道这里就是小动物们的幼儿园吗？那他们也太幸福了吧！真的，好棒哦！还有游乐设施。嗨，老师。嗨，你好，瑞丽。你们好。老师，他叫瑞丽是吗？他就是。对，他就是瑞丽。他是网红。天哪！摔我嘴。有全世界，我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。